这位产妇阮女士呢，她是外院转介过来的，她是个紧急转诊，因为她是个双胞胎，31周，右手有前置胎盘，而且她已经在出血，出血量也蛮大的，所以到医院的时候，她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贫血的现象，那马上做 PCR 也很快就知道是阳性，那隔天我们CT值也出来是4.5，所以确实是一个高度传染性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我们赶快启动了剖腹产的这个流程。 我们的企业非常非常的热心，也非常关心所有医护人员的健康，所以也送上这个基金给我们2000盒，2000盒每盒都有6个包，那这样的一个低基金来送给我们的第一线的所有的护理人员，让他们有充足的体力，那增加他们的抵抗力跟免疫力，那要把这个基金送给我们的护理人员，谢谢，辛苦你们。